观众朋友，马上进行的是麻刀摇时间，特别介绍我们特别来宾苗侨伟先生。另外一位帅哥林俊贤先生，耶、yeah ！你好，你好。来，我们把扇子都打开。我系丑老乡啊！我系上海汤啊！上海汤不是上海汤，那个不是人呢、啊？是吧？不是。我系蛋花汤，我整个汤都是我的。哎、小李飞刀，哎呀，你看这几首都相当走红的广东歌，在国内也相当流行。今天麻刀摇时间呢，要为您介绍的这个就是说有关于广东歌曲在国内也流行，国内歌曲在香港也很流行的有很多，对对对，像这个再回首，再回首我心依旧，再回首茫然如梦啊，轻轻地我站离开你，你将眼角的泪拭去，漫漫长夜里，未来日子里，亲爱的你别让你挖胸灰，也很红吗？很红很红。还有呢，冷静轻声，冷静轻声，珍妮把它翻成冷冷的秋。啊，林俊贤对歌曲也蛮有研究的啊。小小什么呀？哦，小李飞刀小小。小小，你喜欢唱国语歌吗？很喜欢听的，不过我的国语说的不太好。哦，不，这个说的不太好，大家还听得清楚吗？听得懂啊。是是，那你在国内拍戏怎么拍呢？国内拍戏都是讲广东话。哦，广东话啊。对对对对。我们这个有没有人协助你们教你们唱国语歌曲啊？协助我们唱国语歌曲的有谁呀、啊？高明俊，来来来，掌声！哎，掌声鼓励高明俊！哎呀，哎呀，这个我们今天谈的嘛都有时间，就是有关于这个歌曲到底在国外红的有哪些，在国外红进国内的有哪些？像这几首歌，《楚留香》啊，《小李飞刀》，《上海滩》，都是在国内相当走红，在香港也很红的。不如这样，我们请苗侨伟来唱一段。上海滩，好吗？好不好？真的，好不好？好好好。哎，那棉花都发好了吗？好。来，我们掌声给他鼓励鼓励。上海滩，加油加油。浪奔，浪流，浪流，万里滔滔，江水永不休，永不休，耗尽了，耗尽了。世间事，世间等，云作涛，涛一片潮流。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就这样。哎呀，该你了，该你，该我等。哎，你那是小李飞刀吗？对，小李飞刀。来来，鼓励鼓励，林俊贤，小李飞刀。情关始终闯不过。却偏偏选中我，挥刀剑啊，柔情蜜意，乱挥刀剑啊，无结果。好的，好的，爽。乱，不是不是乱挥，乱挥刀剑无广东话太难听，怎么太难听怎么讲？嗨。好难听啊，好难听，没得讲啊，没得讲，他不是很难听，是的，但第一句就忘了，难得一山河半岭，情关始终闯不过，他不是忘了，他是抽了里面歌词里面最好听的出来唱，哦，他不是乱唱，还可以抽出来唱的，啊，那既然今天三位来到现场呢，要唱国语歌啊，林俊贤会唱国语歌，你最喜欢国语歌是哪一首？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。哦，我想大约会是在大约在冬季。对对对啊，你唱歌怎么跟外国人一样？大约在冬季。那你最有没有最喜欢的国语歌？我喜欢的国语歌啊，《无言的结局》。哦，不错。无言的结局在香港也红吗？当我要如何能听？很厉害，也是很红的哈。我们要了解我们国内歌星在香港排行榜到底如何。我们现在呢，把节目交给我们杜文来看看这个礼拜。劲歌金曲龙虎榜，我们国内歌星有谁上榜？好不好？介绍香港的歌曲前十名。我们把节目交给我们杜文小姐来。谢谢胡瓜。本周的香港劲歌金榜出现了两匹黑马，分别是邝美云的《今后陪伴你》，还有吴国敬的《心病》。另外 ，Beyond 以及太极的两支合唱团也分别进入本周的第九名以及第十名。好，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本周香港劲歌金榜到底有哪些歌曲入榜。本周第十名是 Beyond 的《原谅我今天》，这支团体是由四个大男生所组成，造型相当的洒脱。第九名是太极合唱团所唱的《通缉者》，太极有七名成员，风格和赵传所率领的红十字合唱团相当的相似。第八名
是陈德章《那是我的眼泪》。这首歌曲高低音起伏非常的大，是一首相当难唱的歌曲。第七名是陈慧娴的《夜机》，这是她告别香港歌坛的专辑，最近她计划到美国留学。第六名是邝美云的《今后陪伴你》，哇，越来越美艳的邝美云以黑马姿态出现，成绩相当不错。第五名是吴国敬的《心病》，这首歌曲是第一次进榜，成绩也相当的不错。第四名是苏永康的《原谅我妈》，他的歌声和国内的童安格非常相似，唱起情歌来啊，特别的扣人心弦。第三名是上周冠军曲，由刘美君所唱的《爱是无涯》，看她的样子很难相信她已经是做妈妈的人了。第二名是张国荣的《童年时》，张国荣打算明年退出歌坛，这张专辑啊一推出就非常受欢迎。本周冠军是李克勤所唱的《一生不变》，我们非常恭喜李克勤一连跳升了七级，哇，非常恭喜这位歌坛新人。唯有狠心再多讲一遍。好，以上是本周香港劲歌金榜的入榜情形。本周呢，谭咏麟以及梅艳芳的歌曲都双双落榜了，但是梅艳芳的歌曲啊，直直动听。现在我们要为各位推荐的这首歌曲是梅艳芳的佳作《夕阳之歌》，让我们一块来欣赏。骤过光阴褪减，欢欣总短暂，未再返。哪个看透我梦想是平淡？曾遇上几多风雨翻，即我交错梦幻。曾遇你真心的臂弯，伴我走。